眼前一栋一栋的小木屋，就是听说在这里有相当丰盛的早餐，主持人也不忘来这边尝鲜哦。欧式的用餐风格融入了宜兰的道地美食，老板娘用当地的食材融入了家乡的味道。这里的许多食材都是由老板亲手栽种的，在用餐的同时，热心的老板也亲切地为我们一一介绍。啊，阿弟早上好，早起来。早花是腌什么？早上干，是腌，那个冻的肠，肚肚好，最好吃。这来讲，我们吃早餐的。我们将启程去赏鸟，欣赏各种的鸭类。或者可以体验无压力的钓鱼乐趣。大白山甲车，甲车车轮公钓鱼，距离是啥？啊，就今天才转上去就好。对，来，我来讲这，坐在上面哈，这用那个甩杆，用甩杆抛出去，甩出去 ，OK。今天那个绑了几条？中了。老板，你上羊啊？那个怎么绑？哦，对。哇。好重的感觉啊！周围被风吹过的花草树木，因夏天带来的气息，放下工作的压力，深觉也是该放慢脚步，享受悠闲的时刻。